今天我们要做我们的期末成果发表。好，我们第一位同学是博文。大家好，我是林博文。我今天的题目是从1911年到1949年，现代中国来临。我算这个时代，介绍给你们，因为我希望我的报告，让你们懂现在中国的情形。这个要从武昌起义说起了。武昌起义是1911年中国的革命。从1911年推翻清朝。从1911年建立起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统治中国南部，清朝还统治中国北部，可是清朝军队比较有实力。1911年的12月，孙中山当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没参加武昌起义，所以为什么是他？是因为有太多领导人想当总统，所以大家都觉得孙中山很厉害，也这个时代他还比较重要。1912年，他是袁世凯，他是清朝黄巾军队的领导人。他决定跟中华民国合作，可是他要当总统，所以他是清朝皇帝。皇帝是差不多一个王国，就是不是在日本是一个皇帝，所以在当总统，在当总统。1912年，孙中山创建他的政党，他的政党是国民党。创建是出过一个新的东西。1913年，光明正赢了国会选举，所以袁世凯很怕失势，他很怕他的势力越来越小。所以他觉得杀了国民党领导人，他也用针对攻击政府，他建立一个独裁，一个独裁是一个人领导一个国家，所以孙中山去世了。1915年，袁世凯积极宣布建成中国皇帝，他建立一个独裁。1916年，袁世凯死了。所以中国变成中华民国，孙中山回来中国。
1921年，孙中山当选中国中华民国总统。他觉得他的政府需要一个军队，所以他的军队领导是蒋介石。1924年在中国很多北部也有很多军队领导人，一个军队领导人是一个军阀，所以孙中山觉得他们应该打仗。所以中国国民党联合中国共产党一起跟军阀打仗。1925年，孙中山死了，可是他死了以前，他说他觉得国民党跟国共产党合作很重要。1926年，蒋介石开始北京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跟军阀打仗。1927年是七一二事件是蒋介石觉得他们赢了战争，所以他决定在上海杀了共产党人，所以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内战开始。1928年，蒋介石征服北京，征服是一个军队去一个地方，所以他赢了战争，所以北京结束了。1928年10月，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他建立一个独裁，他杀了他的对手，他的对手是任用他觉得不用。1931年，日本征服中国北部，蒋介石觉得他们的军队太有实力，所以他不反应。可是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一起打仗。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创建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蒋
接下来的独裁越来越，大家都越来越不喜欢，所以他不得不辞职，是从那个工作离开，他的工作是辞掉。可是，他还是针对领导人。1933年，蒋介石跟中国共产党在一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越来越弱，所以从1934年到1935年是整整，整整是什么？整整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针对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共产党针对越来越弱，最少的时候只有30000个军人。这个时代，毛泽东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1936年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人，这是蒋介石，这是是他们有蒋介石，他们不要的一个，所以蒋介石不得不跟咱们合作，咱们要一起跟日本打仗。所以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这个时代，毛泽东越来越有实力。1940年，基本针对比较有利用，所以他们政府以大部分中国。1973年，蒋介石在一起当选中华民国总统。1945年。基本统治也很大部分的中国，1945年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所以有波茨坦会议，在波茨坦会议有很多国家的总统，台湾有。中国有蒋介石，美国有图曼，英国有乔西，德国有斯大林，这里有蒋介石，乔西，不是？是，不知道。应该是，没关系，是，我不知道。所以他们说，日本非从中国离开不可，也他们要日本还给中国台湾。1945年，日本投降是日本说我们输了，所以他们离开台湾，中国。
一起以后，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在一起打仗。中国共产党统治越来越多土地，所以中国国民党一年比一年弱。1949年因为他输了内战，蒋介石得以辞职。1949年，毛泽东宣布他现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蒋介石跟中华民国的政府是台湾。1950年，蒋介石在西当中华民国总统，他在西建立一个独裁，只有一个政党是国民党。有戒严，他也强加中国文化，强加是他有什么大家。大家都得做什么？1975年，蒋介石死了，所以他的儿子，蒋经国，当政府领导人。1975年，他的儿子，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台湾全民化开始。现在中国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是中华民国，所以是两个制度。可是这个问题大家都问是多少个国家？我也有一个照片，是毛泽东是蒋介石，蒋介石。结束。好，谢谢。可以问问题，问问题加分哦。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帮蒋介石的人去帮毛泽东吗？应该，我觉得应该。毛泽东越来越有实力，所以他加喜欢实力的人，应该是，也应该，我觉得。我听说是因为他告诉日本的政府，他 pardon 他们。他什么pardon？他说，因为介石大战以后。日本输了，输了。他告诉这个日本的政府没关系，不必给我们钱，他不给他们。其实我不知道，我只要问过你在你的你也看。我就听说，
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是真的。有没有别的问题？好，那我们谢谢博文。